哇，对就是回啊，来的路上。我们在待命啊。那、啊、你就是15次能多重？哦，他上次你说我太重啊，你记得吗？哎、欸，他最没近有进啦。步怎么可能还是45啊？你都带他偷吃是不是？你在帮他偷吃是不是？他从44变45，怎么了？怎么可能你？哎、欸，他吃了起码8只鸡，怎么才45？那、啊、你要代谢好啊，你管他。那表示没补到啊，我消化不良啊。没有补到哎、欸，都进马桶跟我一样啊。哎、欸，套套回来了，我身上没都关是系血。啦，等他好了，我等一再下，教我他看这个做世运界动怪怪啊。的，我出去一下。你先出来门口。你还好你，吧？学长怎么了？喂喂，不是啦，我怎么了？你不要再弄他他怎么变这样？了。哎，世界怪怪的，我出去你一先出下。门口，对对对对对，那个病哎，人学是不是要长出才门头，口？他怎么落地陈武了？你在哪里？陈武，哇，陈武我，你已经，抱他出去，抱他出去，不然世界是一样。来，陈武，慢慢走，慢慢走，他你怎先么走到外了？面去。那个哇，鼻摔下来还痛哎、没事的，没事的。怎么会有猫叫声呢？没有，那是小五讲话的声音。咩？这都是羊叫。咩？走走，好的。等一下，哇，医院好多猫哦，真可爱。真的，要不要抱它啊？我觉得它不能中午走抱了。你好不好？好，你抱我好了。等等。要我的抱猫到在门口，我的猫在门口。小五啊，我的那个脚伤，等下也麻烦你帮我一下。啊，好。他的猫，我照顾你的猫。猫咪来。不是我降落的小猫，挺小稳猫，的小吗？猫，小只不猫，小过猫。我那……怎么了？有好一点吗？有讲开吗？有啊，他……我在想，你们两个是在演戏吗？那个他刚……演戏谁？因为我刚突然就我就哭了嘛，我就说我们抱抱和好，他突然语气就变了。这怎么可能演戏呀？啊，还有那个躲在后面的，你要听因为就过他来听说，嘛。哦，抱歉。他刚刚就说。你只是想让他发泄，我以为你们是演戏。没有他说啦，你不们然你可以没找有，医疗啊。可是我怎已经么了？忘记了。没有啊，情侣吵架啦，想对啊，因为说我们就看有吵没有经架验而已。分享一你说下。跟那个一样，我说对啊，哦，是我是，怎么吵架？你又忘记了是不是金不鱼是，我有脑？点懒得再讲这件事，我已经累了，我好真的啊，累了，没关系啊。我真的累了。晚哦，你难得会累耶，那时候讲你都不会累，早上的时候比较兴奋嘛，晚你上坐就在累那啊，边讲话都不会累的 我真的很累好啦好啦，啊。你是期待我讲什么没有啊，我看你是不是可以讲一模一样的字啊，重没新有，出真来的很累哦，我吵一整天的架，有够累。啊，哇，吵一整天哦，哎，好啦，对至少呀、啊，没冷战呢、啊。有啦，刚刚也算了。有啊，你看我刚刚是不是有帮你讲话？有啊，我真的觉得你讲的是我心里喂，想的，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跟他说。没有啊？他口气就这么差，你要怎么？他你今天是老被板绑吗？架完回来之后，他就是那个口气，所以我开始想说，我们就冷静一下，我就不跟他谈。就我没想到他后来是这样子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他讲。还好有你在。是不是还好？对啊，还是不是会好。后悔？后悔什么？跟他在一起，不能说这句话啊，我讲，没有啊，没事没事，我就开始有点表错示乱废了。哦，对，我知不道，是因为废哦，我也是我太累了，对不我知道，起。我也有一点啊，不是，所以我有点想要关监视器啦，你知道吗？我有你点知道我刚处僵。理你的事情，我也开始有点想关监视器唉，我也是想关监视器，了。啊，不然。我们一起关好了。关掉之后，我们私下再来聊一下。我真的想哭。你是要为你哭还是为我哭啊？我自己啊，当好然。吧，无情无力的，没有啦，没有啦，没没有事啦，没没事，啦，走没开难走开过，走开，没有啦。走开走开走开。
没有啦，没有讲真的啊，他拉不下来，你怎么能好好讲话？我知道，我真的知道，但是我还是讲啊，我之前以前也是这样子，你也是被排挤过？不是，梦里的我一开始也是，你哪来那么多梦啊？梦里，我就跟你说，梦里的我一开始以前也是很生气，可是最后我都是这样子。那个只是做梦，醒来都没事了。你乖，你乖。我在了。多多在，不能抱抱。不在也不能抱。知道。有没有什么握手或击掌的姿势之类的啊？没有欸，我其实不太会去弄肢体语言啊。哦，我不知道这鬼岛有没有什么肢体语言之类的，不知道，我没去研究，我只是想办法接近动物啊，去抚摸他们而已。嗯，哎呦，真的好久没去看动物了。现在可以趴着啊，地板的蟑螂。没有啦，蟑螂去睡觉了啦。是这样吗？人都在，都在，他们不会出来。啊，多多怎么又跑不见了？他在里面啊。我刚看到黑衣人在里面啊，看那边是不是就一个？嗯嗯，哪里？你都没在看人的哦，他就躲在这边那么明显。欸、真的？哇！是多多吧？是吗？看不就还好，刚没有乱讲话什么。哦，不是，叫里面去拿下来。你看。还好我没有讲什么，是不是？不然就事情大条了。好吧，多多不在，抱一下吧之类的。你是不是喜欢 cosplay 啊？啊？帽拔一号啊？没有啊。我可能等一下可能要去处理一下东西。那个那个。好。嗯。来一下，来一下。来啊来啊来啊。不是啊，他那个，他不是大叔，他解不掉啊，这怎么解啊？解什么东西？解酒啊？他说他心里有个疙瘩，他这个上不是可以的吗？我们走这边好了啦。不是啊，他上不这样可以吗？在阳台投资你。哇。来这边讲就好了，有人进来会看到。你说疙瘩吗？对啊，当然不能放着啊。那、啊、我一直逼他讲，他太累啊。你不要逼啊，他现在很累，他刚刚说你们吵一整天啊，你先让他休息啦。不是他疙瘩的点就是，就老板娘、啊。对啊，问题是就没什么，他一定要想成有什么。我有女生的。小姐。小姐，是啊，我就是怕你跑进来，我才故意在门口在等你。你怎么那么懂我？拜托，小强都跟我说了，好，回去，回去，回去。哎呦，你回去，我等下跟你讲。反正就是，看你不能进去，你进去的话才会被偷听。你在这边讲就好了。问题就是我不管怎么讲啊，他都会认为我要吵架。你的口气好一点，你的口气真的要好一点。我跟你讲，语言会杀人，语言会杀人。我在车上已经很温柔，很温柔。来来，你用你对他温柔的方法对我。好，多多。等一下，你不要叫，拳头会硬。好好好，好来，那你试试看。我那时候在车上跟他讲说，我没有要生气，我把今天所有事情分析完跟他说。他只回答我是不是要分手，我怎么样都，等一下，是什么时候的事情？你刚绑架完吗？对，今天所有发生的事情。好好好，那时候他应该很害怕，他觉得他对不起你，他对不起我好多次了，对啊，他天天都在对不起我。好，你先冷静下来，你要真的好好想，你要站在他的立场想啦。也许他没有站在你立场想，可是你就站在他的立场想。他从头到尾都不站我立场想。对啊，但是人就是自私啊，但是你可以无私一点啊，站在他立场想一下。我如果不站在他立场想，他今天早死啊。没有。他活啊、好，跟你说，你就是有付出嘛。我知道你有付出啊，可是就是要怎么说？
还在过渡期啦，我觉得你们是这样子啦。你要你真的想听完他怎么对待我的吗？好啊，你真的要讲来讲啊，我听。他从一开始，他从头到尾都不知道他自己在做什么，但他的行为就是到处害人。他不知道，我不怪他，他今天也害，他也害过我。但是我觉得他一定会害死自己，是我帮他挡的多少东西，我都不想跟他讲。我有听过你为他为了你做了，对，你为然后他，我跟他说过话不要乱讲，饭不要乱吃，他不听。然后永远都是我在帮他挡刀，然后他只要有一次，哎，我先讲一下哦，你不能一直提这件事情哦。我没有在提啊，我只是跟你讲所有，好好好我是。特地跟你讲他到底做了什么？好，没有人理解啊！我讲了干嘛？讲了，这人家说啊，你怎么又在同情，又在讲以前的事情？老子先闷着谁家？嗯，好，然后他之前被什么被大牛什么骗去当什么脱衣舞娘？我那时候看那什么，以前还有那个政府还有什么暗网？好，我就当时看到什么衣奶奶模什么什么脱衣舞会，我就知道这个就是看这招不妙。然后我一去就看到他在上面跳舞，我就知道他没救了。我那时候也可以害死他，为什么不害死他？你爱他。是啊，是我把他救出来了。就在乎他。我也没有要说什么，说哦，我救了你，一定要跟我在一起，没有，都没有。但是他永远都会理解的那样。那他有站过我角度想吗？没有。哎，我永远都是站他角度想。等一下，这件事情他有跟我提过啊。是吗？但是他没有一直提呀、啊，他觉得这就是对他来说影响最大的地方、啊。而且我也不提啊，我现在都不提啊。他就是因为这点才喜欢上你的，你知道吗？道啊、你帮他挡太多套，他都知道啊。对啊，那为什么今天他又要刺我？他没有刺你吗？我跟你保证，今天绝对是他刺我，不然酒店的人不会对我动手。酒店的人跟我就跟你讲说是大家一直在旁边一直闹啊。那他没错吗？他有错啊，但是你们所有的人都觉得是我错，那我。我不是，我很想拿枪直接每个蹦蹦蹦就好了。每个人没有都只在乎，你看都是女的啊，都是女的，但我真的是男的就该死哎、欸。哎、欸，不是啊，你现在是想听你想听的，还是不想听你想听的、啊？你找我咨询，可是我就是讲我的想法给你听啊。哎，要你讲你的想法，我真的今天真的是受不了。我觉得你真的是想要付出就想得到什么的感觉、欸。我没有啊。我听你口气就很像是啊。我今天是真的被他刺到，我真的受不了、啊。好啦，那如果再有下次，我就不帮你们讲话了啦。如果你们这样子，啊、你们没有啊，你们之间在一起，如果真的一直这样的话，你们彼此都痛啊，那就而且我就不会再帮你了。我跟他讲过他的问题啦，他都说他会改啊。你看到他现在改了吗？哎、欸，我跟你说，他是女生，他说的算。那个，好，我跟你说，好，这是我被甩的经历啦。简单说就、哎、我可你不是活该倒霉啦，只是我觉得他真的为你改，你相信我，我看得出来啊。你还记得你喝醉的时候他对你多少吗？他一直想拉你一把，他想要把你拉出来，他想要救你，他关心你。当时我跟他还在找你，啊对啊。我都看在眼里了。对啊，你就好好再相信他、啊。但他今天又这样子，代表没有改、啊。他改变的比较慢啊，像你，他一直叫你不要戴面具，你有改吗？没有啊，对不对？你还不是习惯戴面具，对不对？这样讲也有说服力吧？是啊，是。对啊，就互相一下嘛，我再跟他讲嘛。而且你知道吗？他真的做事都不经过大脑。人家而且他都以自我为中心。你也知道他女生又加金鱼脑吗？而且他都不觉得他没错、欸，他永远不懂反省的。犯错可以反省，但他女生他错，我帮他挡，我觉得可以。但是你怎么会永远犯错，永远都觉得自己对？这是他的问题啊。他犯错这一点蛮可爱的啊，只是可爱，可爱，你不觉得吗？傻傻一点女生比较好啊，太聪明女生不好哎、欸。我今天没人脉，我今天就死在路上了。你跟我说这样可爱？我是有跟他讲过，不然你们要不要一起离开这座岛啦、啊？这样，对，没有我的问题。没有，你先听我讲，
因为现在就是全岛的人都觉得你不好，他很可怜你不好，所以我刚这就是他要的风向啊，不是啊，他没有想要害你啊，你相信我啊。他的行为全都代表他想要害我，但是他没那个意思，我知道他没有那个意思，但是他的行为就是这样。他不知道啊，他可能做错，他不知道啊。然后他也没有想为我澄清呢。曾经？澄清？厘清？哦、没有，他今天的行为没有，他都是做完了，然后再跟你说没有啦，他没有啦，那、啊、你为什么当初要这样做？那你们当初干嘛在一起？你跟我说这样是可爱。我那我讲真的啊，你当时跟他在一起的理由是什么？原因一定有啊。你就每次吵架，对他就是因为傻，对啊，他就是需要人家保护啊。只是他可能是刺猬，你是气球啊。嗨，嗨，为什么每次讲到关键的时候你就进来？出去，出去。你为什么这么防备我啊？你出去。好了。看他就是很好奇。你知道他这是他可爱的一点啊。没有啊，他就是他可能自己身上有刺他不知道，一直想要接近你啊。他知道啊，他知道。他知道吗？但他死性不改。没有到死性不改，你讲话不要那么难听啊。今天不就是了吗？因为我下班我是不知道啦。哦，没关系没关系。对啦对啊，不好意思。但是我跟你讲，我可以把他所做的事情跟你讲过，你可以透过他的行为举止去分析哦。男生不要这么翻旧账啦，好好好好好。我是很理性的。好，你说你说。GTA 啦，这演戏啦。犯了一个错误，一直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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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、啊、我不想讲，因为就变成说什么翻旧账啦、回圈跳针啦。对啊对啊。我不想讲、啊啊，但为什么没有人要去检讨女方，都是检讨男方，这很奇怪啊。这不奇怪吗？然后就变成说你说的女生都是对的，都是公主，那就没什么好说的、啊。没有，这社会本来就是女生，你知道吗？有个那个数据是说，女生在很多事情上比男生优势太多啊，就像吵架啊或什么的啊，懂吗？我知道啊，我知道啊，你这个理论我知道啊。对啊，如果你们真的爱得那么辛苦，你就自己决定吗？我不会劝离啦，我觉得还是有机会啊。现在在演戏啦，都在演戏啊。因为我光被他整天怀疑，我都快受不了了。他那个疙瘩就是什么老板娘啊？啊，我要跟老板在一起，我早就在一起了，我等他干嘛、啊？没有，老板娘看不上，老板娘看不上你啦。对啊，对啊，我也跟他讲啦。他整天在那边，老板娘呢？你又在跟老板娘第二黑帮。好，你乖，你乖。那、哦、这种女的才毒吧？你乖，你乖。到底是谁在回圈？我不懂。人家就女生嘛，你也不能像老板娘那样是个女强人啊，说完就结束了那一种啊。你认真评，你认真，你看你认真讲，到底是谁回圈？你们都有哎、欸，我老实讲。哇，好，我讲，我承认我有。那他就没有吗？他有啊，我有跟他讲啊。永远都是老板娘哇。我跟他讲啊，我是说以后如果有人提到老板娘，你就不要再去跟多多生气或什么的啊。我跟他讲了啊。你再给他一次，好，这一次机会好不好？下一次如果再犯的话，我就不会阻止你。我跟你讲，早上跟他在一起，他妈都死得很惨，干，真的死得很惨。你看一个龙皮在看我。我有只听说他也被全岛通缉啊。他永远，干，他永远都不会为自己的错找这个责任哦，永远都说，不要生气啦。多多抱一下。抱歉啦，我们很好啦。我跟你讲，我都知道他要说什么。那你就。是期待他说这个还是？我只期待他长脑啊。好啦，那你就为他出脑啊。怎么有人可以一而三再而三的犯错，然后觉得自己永远没错？哇！那你有指出来他错的不对的吗？他每次犯错我都说了。哎、欸、啊，你是用什么方式讲？比如说最后一次。我说，我就说，假设 A 男跟 B 女，
然后发生了，我都把今天发生的事情透过 A 男跟 B 女，然后我说，那你觉得是 A 男的错呢，还是 B 男的错呢？那为什么？他都讲得出来哦，然后自己可以做那种东西，做那种事情。啊，人家就女生哈、哦。然后，对，他是你女朋友，他就是个王八。起手式哦，多多。你们在干嘛？他在跟你告白，他在练习。跟我告白？啊，没有啦。啊，你怎么进来了？听说有人在这边讲秘密啊，我就进来听啊。在讲 啊，是不是小猫啊？就你进来就要跟我告白，哎啥？哎，没有啦，要小心乱讲话啦。哇，他一进来，你对着他脸对脸就说：“我钢铁直男哦。哎”我刚有觉得我右边的白色头发有被撩动了一下。